一群年轻人在户外开开心心烤肉，但站在众人后方，一名疑似身穿旗袍女子样貌却引起讨论。这名女子双眼直盯前方，脸颊凹陷，面无血色，又带着浅浅微笑，让不少人看了汗毛直竖。有人说，难不成鬼月烤个肉都有好兄弟来凑热闹？现在又农历七月哈，那个感觉特别让人毛骨悚然。不少人看了直呼恐怖，说这到底是人还是鬼？加上他看起来身穿旗袍，身体颜色很淡，脸上还是白色的，根本不像一般正常人会有的模样。当然是会吓死啊！怎么说？旁边无缘无故多了一个人，又看起来又好像古代的人，脸色发青。照片被PO上网络后引来热烈讨论，有人说有灵异体质的人看过这照片应该是真的，也有人说应该只是灯光投射加上烤肉产生的烟雾造成的视觉效果。当下应该会惊吓到啦，不过大家应该会笑一笑，因为这个应该是人，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鬼。这种灵异照片要把相片的一些东西置进去，然后让做处理，那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专家表示，因为女子照片模糊，可能是视觉效果造成的错觉，也可能是事后加工 P 图。只能说鬼月到，民众联想力丰富，自己吓自己。但再看看这脸色苍白、表情诡异的脸孔，也难怪引发大家热烈讨论。记者严玉龙、廖玉志、澎湖报道。